放咗几日假，系咪仲有 holiday mood 咧？如果今日系 Happy Friday 就好啦，可以同班 friend 饮下嘢，倾下偈嘛。早排嚟咗旺角康德斯酒店入边嘅西餐厅，气氛好好啊！各款 cocktails 都系由专业调酒师调制，杯杯都好有特色啊！海鲜拼盘超大堆头，蟹肉汉堡、蟹饼扎实一啲都唔 mini， 仲有极重芝士味嘅三文治，啱晒我啊！而位于户外区嘅酒吧同样有 feel， 饮品以手工啤为主，蟹肉芝士包包椰香味道突出，非常野味。松软包包夹住香脆龙虾肉嘅三文治，质感丰富，仲有靓靓嘅美食车嚟打卡，正啊！好啦，要而家开饭，下次见。